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同事一凡人》，我是婷婷。现在呢，我们在优质快检社区网络论坛为您做现场的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非常的荣幸，也很高兴，能够主持今天的这个论坛。那这次论坛呢，可以说是优质快检项目成就的一次亲和会和汇报会。在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的积极支持下，优质快检获得了不少的成果。成立于2010年3月的优质快检项目，由23个城市的社区草根机构联手创立。该机构提供 HIV 和梅毒快检，服务于男同性恋人群。经过1年半的推广，得到了社会人群的极度欢迎。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病，国家的投入单个的病超过艾滋病。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，我们发现的太晚，我们治疗的太晚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做到早发现早治疗。所谓的快检，实际上刚才大家也看到了，就是止血的一个快速检测。学生呢对这方面有的不是太特别了解，所以说他们检测的时候呢愿意在网上沟通。我们为什么能吸引他来啊？这也是在我们在做这个优质快检的咨询当中呢体现出来的。他说，老师，我现在最困难的，我就觉得男这块阳性以后，我不知道怎么来做咨询，我不知道怎么来开口，我不知道怎么来让他们来跟我们联系，我不知道。我们的快检，我们取证做好就是要做优质的服务。什么是优质的服务？就是说你要给他在最简陋的环境当中，你要给他提供一个好的条件，你要把你的家打扫得很干净。每一位来上门检测的人，我们要给他以真诚热情，给他倒一杯水，给他先跟他聊聊天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。我们现在的是有一个在做快检的网络，这个是一个转介的网络，就是有人假如真是在比方上海需要检测的话，可能他不是本地人，他可以经过当地的朋友介绍到当地去。而且社区快检给了男同性恋人群一种新的选择，给予国家抗艾战略一种新的补充。以下是各个优质快检小组的网站与联系方式，欢迎大家的咨询。